了我们都没有的东西，除了美貌之外，还有劳动合约，没人看过。是由第一次看到。那午休你们也是两个小时？啊，你的午休怎么那么长？不是，可是我要待七点半。啊，为什么？哎，为什么？哎，对啊，为什么？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午休要两个小时。他就写午休两个小时。午休两个小时。合约写两个小时。那这样打卡是？我觉得这有必要写上去吗？他打卡是没有，他打有，但是他打卡都是前后，我忘记是九十分钟弹性，就九点半到十一点。对，就是前后九十分钟都是弹性。你不要自己解释合约上怎么写，就是大概啊，这我不确定啊，但是你要再问清楚，你不要再问家，就是他可能跟他，你要再问清楚，你的可能跟我不一样。我只能跟你说其他人是这样，啊、我只能跟你说其他人是这样，啊、但是你的不一，你的可能不一样。对对对。哎，我刚才问这一坨的午休都没有午休，就他们没有在。24小时工作。对啊，可以。然后这个是 uncle 啊uncle， 确定 uncle。对，啊、这个也是这个 uncle 啊，你看电话来了，要开始工作了。今天我是不是被 call 了以后，我就到公司来了？对 uncle，、啊、我同事也在公司。其实 Rex 有时候也是 uncle 啊，你不是有时候也是？有时候会被凌晨四点的时候，会被问说那个昨天股东会能不能来拍摄？CEO 怎么看？这应该是先前就已经有请那个律师写过，然后就是改了，他可能改了这部分而已。可是这个感觉很那个哎、欸，你要确保所有员工都很开心，这个超难的。这什么东西啊？你们不开心是吗？怎么会有这种条款？一个人不开心，怎么会有这种条款啊？也开心，只要有人可以开始抱怨不开心，对，只要有人一不开心，这个合约就有问题了。永固权。若乙方经过火星员工试验之考，并且无在甲方以外之劳动收入来源执行业务报酬任何的一级以下方面，则互相由甲方保证不支遣乙方。哇，为什么有这种这么屌的东西？永固、欸、火星员工啊，签的是火星员工，欸、这一点很屌，所以他要通过嘛？他要通過，那我就知道为什么这个这样写。火星员工试验考核，签考核就是掷骰子，已经过了，那个吗？应该已经过了吧？我以为是都已经准备要签了，不是吗？新进的员工的，我不知道，这我不确定。已经准备要签了嘛，对不对？对啊，本来是要啊，可是通过了。对啊，紫彩我剪的。哇，六点了，太厉害了！我应该让那个直播的观众也来见证一下。我们这个是绝对没有舞弊的。哇，我吓死了。就是，我就觉得你会六，就是你来的时候，我无条件相信这件事情。没有，我就感觉你跟这个很契合。就是、一闪二六了。直播不是大家都看到了吗？这个也跟老板讨论。对，就问详细一点好了。这要确认哦。原来哦，但是六可能是每个人都会有，可能未来之后每个人都会有。哦，这个现在其实是每个人都有权限的东西，啊、就是现在其实每个人都有六是什么？我也是刚拿到，好不好？因为我们公司常常会有对词汇不精准，就是说可能什么迟到。这个定义就不精准，定义它之类的，或者什么午休的定义是什么？你就要问说午休两小时啊，午休是？对，午休的定义是怎样？是地球两小时还是火星两？然后这个上班九点半是什么时区之类的？你自己定义一个，对，什么时区的七点半之类的？就是为了避免有这个利用这个词汇钻漏洞，这个。我建议你一定要这个好好问清楚每一个。底下这个合约变一百页。没有没有，钻漏洞就是还是为地球的合约还是为地球规则，但是就是如果是跟那个公司业务比较相关的，就是这个要弄清楚这个词汇代表意义。但是我跟你说，就是你讨论的业务开发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个第四点执裁会议分派之工作就会有了，包罗什么都有，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为什么是这样？我不知道。所以你先签了再说，全部自己判断。好，未完待续，未完待续。确定？再问清楚，老板，再问清楚。但业务开发如果不是常态性工作，可能还是会有差。